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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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只是投手投出去之后喊了暂停，双手摊开是认为说，哎，这个时间点为什么突然间喊这个暂停？是是是。哎呦，突然之间感觉上来。如果是我是教练，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啊。所以东哥认为说这个不需要警告的，对。啊，也不是投手刻意要把球投到那个方向啊，对。而且他也应该不是以前同一队的乔伊吧？乔伊那个就是投手，如果你突然间打了喊暂停，会把球直接投在你的身上。就乔伊啊，有很多人不是就他而已。那大家可能最有印象就是乔伊。线上购物独特一点，找好东西就上 CT Social。